三二一，我们蓬莱国小呢是位处在山区，在社区里面有是赛夏族跟客家混居的，学校的学生有六成是原住民。那在这个地方，因为青壮年的人口外移，还有少子女化的关系，所以学生数目前正在锐减当中。国小部的学生现在是34位，幼儿园20位。现在学生面临到的问题呢，有很多是单亲、隔代教养、经济弱势，或是外配子女，甚至有很多是家庭功能不彰。学校常常是他们有形无形的依靠。那即使是在放学了以后，我们也常常看到孩子们走动在校园当中玩耍或者是嬉闹。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更舒适的教学环境，但是因为地势的关系，我们校舍常常处于在受潮的状况，没有多余的经费可以做翻修。透过这一次的机会，我想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让孩子们跟志工团队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现状。